事实面前，你还有什么话可讲？大爷，我可算找着您了！哎呦，姑娘啊，矜持矜持啊！大爷，哎呀，快撒手吧，他是我的。啊？不好意思啊，我有点失态了。你看这孩子，最近啊，咱们社区出现了一位热心好大爷啊，他总是默默地做着好事，从来不留姓名。神龙见首不见尾呀！这件事啊，已经引起了社会广泛的关注。哦，我是一个自媒体拍客，我一直都在寻找这位好心的大爷。啥玩意儿？你找的那好心大爷是他？对呀，大爷，我找你找的可对什么对呀？你说那个人根本就不是我。怎么可能不是您？这体貌特征都对得上啊！您看啊，60多岁吧？啊，光头吧？对对对，戴眼镜吧？矮胖子吧？还没有腰。大哥，合个影呗。照相的大妹子。大哥，谢谢你。不是我有啥可谢的？你是好人呐。我不是好人呐。就是，我不许你这么糟蹋自己。我糟蹋自己了吗？哎呀，我的妈呀！你俩到底咋回事啊？我都照蒙圈了。大姐，大哥对我有真爱之恩呐。上星期六的一个傍晚，我一个人在河边散步。阿姨，我可以把这段拍成视频吗？哎，好嘞。突然，只听咕咚一声，好像有人掉进了冰冷的河水里。我仔细一想，原来是我自己。就在这千钧一发、第一发千钧之际，一个膘肥体健的身影出现在河边，嗖的一下跳进河水里，毫不犹豫地使尽了全身力气把我从河水里托起。太感人了，太感人了。大哥，是你给了我第二次生命。我给你什么第二次生命啊？我自己生命就剩半条了。不是，大爷，坐好，大爷，别着急，我老头都让我惯坏了。哎呀，今儿家没人，爸妈都到公园遛弯去了，就我一人。爸，你到公园遛弯去了吗？这么早就出事了？出事了？怎么的了？这是让我上这走步，噌就穿出一个比你妈还丰满的大妹子来。这家伙搂着我就拍照，后来来个女孩，牵着我就拥抱，非说我做好人好事了。怎么回事？这是？哎呀，当时我怎么说？进来，这就是我们家，来里边请，里边请。怎么了？这是？哎呀，我说老头子，你跑啥呀你？不是啊！哎呦，只有做不到，没有想不到的啊！我是真没想到啊，我爸爸做好事了。对。我是亲身的受益者，我是真没想到啊！你们能确定吗？姑爷，人家都说了啊，说你爸呀，颜值不高，一身肥膘，两条短腿还没长腰，你看不就他吗？没错，集如此多优点为一身的，没有别人，就是我的爸呗。哎呀，你怎么也？哎呀，大爷，您就承认了吧。大哥，你就承认了吧。老头子，承认吧。您就承认了吧。哎呀，妈，那客人都到咱家来了，你倒点水啊。对，你看我忘了吗？喝水啊。行，爸，不够意思啊你。好家伙，出去做好事出风头，不叫着我呢怎么？我跟你说句实话啊，好事我是没少做啊，但是今天他们说这几件绝对不是我做的。小点声，爸，我跟你说，今天这好事承认也得承认，不承认也得承认。那为什么呀？为什么？人家都找到家里来了，说明什么？说明人们的心中啊需要英雄，需要榜样啊。他说的这个英雄事迹我没有啊。你没有？我问问你爸，这个世界上真的有蝙蝠侠吗？没有。真的有孙悟空吗？
也不一定。真的有到处打怪兽的奥特曼吗？肯定没有啊。做好事不留姓名的阳光好大爷可以有。爸，我问你，想不想做这个阳光好大爷？做梦都想。以后啊，助人为乐的事儿我必须得干。我问你，要是走在街上遇到坏人你怎么办？我拔刀相助。要是遇到别人有困难了你怎么办？我见义勇为。现在外星人在进攻地球，我变个身我弄死他。我爸，我问你，你是谁？我是你岳父老范。怎么还是老范呢？你是谁？我是英雄汉，我是奥特曼。耶、yeah! 我宣布啊，阳光好大爷找着了，那就是我的奥特曼爸爸。啊，大爷认了。哎，这老姑娘，老大爷，到了，哎，谢谢你啊。到了，到了。哎呀，老姑娘，你这是咋的了？哎呀，我刚才有点低血糖，有点晕了。这孩子，低血糖咋不吃点东西呢？东西吃。我兜里有，这不是饿的没劲掏吗？你看看，来来来，谢谢大爷，谢谢你。哎哎哎，大哥，哎呀，大哥，我可找着你了。你是落水的大妹子吗？是我。哎呀，郝大爷，郝大爷可算找着您了。哎，停停停，颜值不高，一身肥膘，两条短腿还没有腰。哎呦我的妈呀，我这老头子咋还出山寨版的了呢？啊，来来来，你俩往前站着，来来来，面对面，我看看，来转过脸来，我看看背面。哎呀，二姑爷啊，快来吧！我看看，我看看，这可出大事了！你哎呦，哎呦，我明白了，我的爸爸是龙凤胎啊！啊，不对，是双胞胎呀！啊，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郝大爷终于出现了。我相信他的事迹一定会引领我们社区涌现出一个又一个好人。好，来，应你的之福。大爷来，别忙着。干嘛？陈姨家来。还有我的事儿啊？这玩意儿给拼成什么玩意儿？谁来谁凉。躺下吧。啊？躺下呀。叫你躺下。躺下干啥呀？你不躺下我咋凉啊？这到你们那儿都躺着呀？不得，我们工作人员都站着。大爷，来来，这么跟你说，大爷，什么意思啊？本着这个物理学的角度来讲，你躺下凉，你就比站着凉，节省2公分布料。我不给你省点布料吗？不是，你躺着凉是省布料，那以后我再站起来，衣服不短了吗？放心吧，大爷，你到我们那儿以后你就不用站起来了。躺躺躺躺，来来来，躺躺。别合计啊，都不用站起来，合计啥呀？我是躺凉。不是，那我要非要站起来呢？大爷，你非站起来干啥呀？你这老实搁这躺着呗。你说那你要一站起来，那我们可就都躺下了。闺女，我替他问问，你们那个地方伙食怎么样？你说像他这样的，一天吃几顿饭？你妈呀，大爷！啊，我们那不按天，按年，一年一顿。啊？就是在这个清明节的时候啊。我们给你们摆点点心。再供一盘水果吧。要是放点花呢？那都得加钱。你们这什么价格也就是啊。大爷来来来，你挺着啊，我帮我抻一下来。谢谢这家啊。什么什么玩意儿？青山墓园，您的首选，来世的开始，今生的终点。什么玩意儿？好。顺风让你来的吗？逆风来的，大爷。逆风来的啊。门在那儿。出去！出去！点了！出去！好啊，这大爷，这脾气怎么这样？他就这么个熊脾气。
哎呀，大爷，啊，要说还得是你明事理，要不你去啊？不去。大爷，你看我。少跟我说话。不是，大爷，你是不是觉得你脾气挺暴啊？告诉你啊，就在我们那儿，脾气比你暴的多了，哪个不得给我消停的躺着？就你那个地方，谁爱躺谁躺，我不去。你不去呀？你不去，我还不来了呢。我在那等你。你等我，我也不去。哎呀，别拉硬了，我还等不来个你可得了。你这个自人自己我太吓人了。不是，钱顺风能给我订这玩意儿吗？你坐会儿歇会儿。哎呦我的妈！刚才那个。那个，起码居住条件还一个老头，一个老头，一个老头，这地方躺着。哎呀，我跟你说，哎呀，你喝点水，去去火，不听了。哎呦，我天哪，这什么玩意儿？哎呀！这个又是干啥的？看样是来给你销户口的。哎呀，哎呀，大爷，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啊，有点莽撞，有点冒失了啊。想必二位有点不知所措了吧？孟哥，那我就自我介绍一下啊，我呢是搞私人定制的。私人定制的啊？这是啥？醋。这是啥？辣椒油。这是啥？芥末。就这些东西，一会儿他来当着他的面，你一张嘴全把他弄下去。你可拉倒吧，我弄进去了他来也白来。为啥呢？老板死了。那老板娘到这就守活寡呀。你说话怎么那么难听呢？我跟你说，你一交代我这个任务，我上他们家去之前，我就把这些东西，就这桌的啊，都做了手脚了。啥时候做的？我怎么不知道啊？你看这个啊，这瓶醋啊，现在里边装的是跑了气儿的可乐。跑了气儿的可乐，尝尝。还真是啊，这个辣椒油啊，里边就是稀释了的止咳糖浆。还真是。哎，那这芥末呢？这芥末最好办，绿豆糕泡点白开水。我尝尝，我尝尝。哎，这是绿豆糕，我最爱吃绿豆糕了。你等会儿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，你怎么吃道具呢？你这会儿演戏还得用呢。哎，亲家，王大妹子说没说什么时候来呀？她跟我说。哎呀，这饭店装修的挺漂亮啊，你看这门脸多带劲儿啊！哎呀，亲家。听见他来了，你看你那份出息，你现在得装病。我怎么装病？味觉失灵，舌头，舌头啊！你舌头伸出来，别哈哧。你以为你今年本命年呢？这饭店装修的这么高档，这么有品位，客人来了，老板不出来迎接迎接呀？欢迎欢迎，热烈欢迎啊！我这舌头都看病了，有病了。我这小店万事俱备，就差老板娘了。老什么？就差老朋友光临了。哎呀，老秦大哥啊，祝你生意兴隆。哎呀，兴啥隆啊？我决定了，这个小店啊，今天晚上关门之后，以后再也不开了。呀，这装修的这么好，咋不开了？我不是有病吗？哎，你这病什么感觉呀？我这病我什么感觉？就没味儿。啊，我没味儿啊。大妹子，那个我亲家跟你说没说让你来的事儿，你同意不同意？哎呀，现在也谈不上同意不同意呀。你看我对你这饭店一无所知啊，你给我介绍介绍，你这个饭店主食是什么呀？主食疙瘩汤。副食呢？疙瘩汤。酒水呢？疙瘩汤。
200块钱还给你。你怎么这么抠啊？你要是输了，你得交我200块钱学费。那是不可能的，因为我不能输。你看他俩谁输谁赢。好，那咱就赌一回，看着看看谁输还是谁赢。来了来了来了，快大舅啊！哎，快点喝水。好，我自己来，自己来。我给你倒，我给你倒。哎，好。哎呦，我说老范呐，你说这家里来个且，他把沙发做个坑。我说你就不能帮我干点啥呀？啊，你说你这一天天懒的，天天闲着也闲不够，这人还说你呢，老伴儿，这有外人呢。你这么一夸我，我都不好意思了。哎呀妈，我也没听出来，咋就夸你了呢？我这叫夸你吗？你把那话再说一遍。我说你懒，天天闲着。也闲不够，老大舅，你听见没？闲不够，都听见了吧？啊，他说我是一块他永远都稀罕不够的小鲜肉。哎呦我妈呀，还小鲜肉，瞅瞅你那堆囊囊脆，贼可爱。不是老伴儿，这辈子除了你，我谁都不爱。啊，这下大打的。哎呀。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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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老头子，你说你今儿个这么一打岔呀，打的我这心里还热乎辣的呢。哎呀，亲爱的老头子，你要再过来我就该躺下了。哎呀，老范呢？跟你商量点事儿呗。啥事儿？出去一趟，替我买点菜。拿钱。哎。给50，不够啊！你看他大舅大舅妈来这么多人吃饭，50块钱不够，不够你就自己添点呗。啊！拿这个听不见了，别装听不见，不够你就自己添。买啥烟呢？他大舅不抽烟。行，你可别装糊涂，我再给你50，拿着。这回够了。这回听清了是吧？早点睡，早点回来。哎，这老东西，好使不？高啊！一会儿你就用我这招，装聋打岔。祝你成功，谢谢。我走了啊！哎呀，我的妈呀！哎呀，没想到这装聋打岔好使啊！他大舅啊！哎呀妈呀，你吓死我了！你自个儿搁那捣鼓啥呢？啊，我说这个水果得赶紧吃啊，不吃就不新鲜了。对了对了，哎呀，二米小米，快出来出来！